在每周日晚间十点华视精选剧场。我要结婚啦！结婚前戏，一段突如其来的插曲让他犹豫不决。结婚是因为爱还是时间？上星期看到季姐，去找她。当初是她不要我。真的爱她吗？6月10号周日晚间10点，华视精选剧场《结婚不结婚》。2018 FIFA World Cup 世足看华视。